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今天我们要认识道场的天命。要了解道场的天命，消灾化劫，接着就是不出老。唯心圣教从民国1971年7月23日，尊天华子开启南天圣门，九大菩萨谆谆教诲开示了我们这一趟来到世间的九位大菩萨共同的天命，就是消灾化劫。共同的天命是消灾化劫，就是不迟老。刚好这一个天命，王禅老祖的大悲愿领了这个天命，所以王禅老祖才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从民国72年的1月15日，台湾祖师盛世开示我要依消灾化劫的天命来修行。当时我很怕，怎么样消灾，怎么化劫？蒙蒙妙妙的天道从哪里消灾起，从哪里化劫？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不要怕，只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可以消灾化解了。所以在民国74年，中国大陆大兴安岭的火灾发生了，所以王禅老祖就开示了奇门遁甲消灾化解的方法恭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大兴安岭的火灾灭掉了，这让我起了很大的信心，日后到现在来总共消灾化劫319件之多，件件都是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光降传道传心华才能够消灾化解一一圆满了，让我信心大增，带着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同学们共同的天命
是消灾化解的天命所以也是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共同的天命消灾化解。39年来一步一脚印在台湾全国各地设立道场海内外设立道场无数处道场的目的天命就是消灾化解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共同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消灾化解这一一的实践了我们感恩王禅老祖感恩台湾祖师感恩诸佛菩萨感恩玉皇大帝上帝阿拉满我唯心弟子们共同的天命就是消灾化解那么今天年辛丑年台湾的疫情这么严重造成人心惶惶商店事业都一一的关门了弄成全国的百姓大家都自求多福神经兮兮的但是苦于计策唯独政府官员和医护人员的大悲大慈大悲做各种防疫措施终于收到效果了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作为解冤释结人与疫情的细菌都有无量劫的冤仇在这一生碰上了所以才会惹得全台湾疫情这么紧张首先我们台湾国家的政府官员防疫的官员医护人员的用心让台湾的疫情也缓和下来那么这是人道的关怀接下来就是要有天道和神道天神来关怀百姓关怀众生所以在去年庚子年的武汉会员我们唯心圣教就以神道关怀解冤释结发动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提供经2588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瘟神解冤释结终于台湾平安了那么今年业力现前业报现前了病情又复发了才会这么的严重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要我们在台中道场
啊，八楼王坛老祖圣殿，深坛诵经，唯古仙师天德经，百万部，哎呀，传了法仪，在台州上的道堂有圆义法师带领维新弟子诵经和奉化文殊护魔棒来供养瘟神啊，终于300多件啊降到100件左右，但是啊老祖开示这个还不够，所以接着神龙炎帝祖天一神龙炎帝也开示了要在天一道堂，在5月10号天一道堂要升坛，要护魔大法会，护魔的贡品是7宝药草啊，来护魔法会来供养，然后在天一道堂，从5月10号开始升坛，到了5月15号，我们圆满了啊！结果在这段时间，台中道堂、天一道堂啊，2处道堂共同的祈福消灾化解，终于疫情急剧的下降，到最近来最少的每天18例而已啊，距离零确诊还有一个空间。在这个即是宗教的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消灾化解，所以我鼓励所有维新贤士法师讲师要带所有贤士同修们大家继续诵经，才能够消灾化解，大家平安，台湾平安，是我们的天命与我们的责任与义务。那么今天我就要将台中道堂法会的因缘和天一道堂法会的因缘一一的讲解，让各位同修我们一起来赞叹九黎蚩尤地主的神威，赞叹轩辕黄帝祖的医德神威啊。接下来我们在三宝寺从6月1日开始农历到6月12日要在三宝寺升坛，由圆松院长圆松禅师带领诵经法师啊，奉请轩辕黄帝祖我们3族儿女的共祖一起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啊！我们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徐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各位三祖儿女们，我们要了解祖的流芳的神威功德力的不可思议，只要我们有信心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台湾会平安，世界会和平啊！所以今天我就一一将台中道堂与啊桃园天一道堂的法会
因缘过程啊，一一的报道给各位了解，一起来感恩王禅老祖，感恩九黎蚩尤地主，感恩神龙炎地主，感恩轩辕黄地主，三位祖先祖的流芳啊。各位维新圣教各分师道场住持法师深圳人人同修啊，维新贤士同修代表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辛丑年五月初一四时，我们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原则，正逢辛丑年，武汉肺炎蔓延在台湾，来势汹汹的，全国上下，大街小巷，我们所有百姓都非常的紧张。所以王禅老祖盛世，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原则，在台东道场深谈，由圆寂法师主谈，带领维新贤士和及诵经法师轮流在王禅老祖圣殿深谈香花钱、香花盐，恭请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九黎蚩尤帝祖、神龙炎帝祖三位老祖宗，尤其天运正逢，是天地正神。九黎蚩尤地主他的天命九黎蚩尤地主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含冤忍辱五千年被历史记载为魔鬼不实在的记载，让我们的共主九黎蚩尤地主含冤忍辱五千年到了2001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追根溯源，中华民族三祖儿女才能够和谐，所以我们就谨遵王禅老祖的圣旨，2001年的4月份，我们一行就到了云梦山八卦圣城举行奠基典礼。当时狂风大作，白天没有下雨，狂风大作，一直绕着云梦山。云梦山头在围绕着，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头在云梦山在绕着云梦山，一直喊说还我冤来，还我冤来，很多是王禅老祖不帮他这个冤能够洗除的话没完没了，而且让你八卦城也盖不起来，中华民族三祖儿女战争永远不停的
所以我就很紧张啊，请示黄山老祖，他说明天开始啊要到着陆出战啊，这个三祖堂去那边追根溯源，所以我们一行到了着陆，有个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啊，当时的秘书长黄宏石，还有田立伟、严立啊、严大啊，以及四十多位的同修啊，驱车到了着陆啊，一看三祖堂整个的周围环境啊，看到前面这个三祖的着陆战争的战场，非常恐怖的景象，所以黄山老祖就开示，三祖的恩怨情仇必须要在当下要了这个恩怨情仇，但是我也苦于无能为力啊，所以黄山老祖就开示啊，明天第二天还要去着陆的环山蚩尤寨，还有神龙恩地庙古山，还有桥山的地方去勘察地形，你就可以了解一切的啊真实情景啊。当我们第二天、第三天去看了之后，我心里很难过啊，看到历史的战场，人事已灰，但是灵魂仍聚集在着陆的战场里面，还在厮杀，还在喊杀喊打啊，才在我与当地的日书记在蚩尤寨的地方比寨的地方啊，前面来了一批的兵马啊，兵马的领头来势汹汹的啊，高强人的非常的高，脸色非常的凶猛啊，我请示侯方神圣啊，他才告诉我他是蚩尤地主啊，你不还我的清白啊，人世间绝对太平不了，和平不了，何况你承担的天命就是为中华民族化解干戈习战争啊，第一个源头就在蚩尤族啊，你不啊扶贫的话，这个战争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我就很紧张的啊，跟日书记啊商量啊，他要我盖一间蚩尤庙、蚩尤祠，让蚩尤的后裔啊来到啊回到着陆能够祭拜，这是化解冤仇的第一阶段，所以就找了一块地给我，我看到不满意，这不是蚩尤族所要的，因为时间说我又回到台湾来，
要回来的时候出有主，他说你不把我摆平，七天内要发生世界大战，我就很紧张。那我先回来台湾再讲。啊，结果回到台湾，第二天回来，在飞机上的报纸刊载了巴基斯坦要发动核武战争，七天内，正如出游组他所讲的，真实不虚啊。所以我又赶快第三天我又坐飞机回到北京，进入着陆啊，以任书记啊去找到一块地，来找到梵山立马关的地方啊，那里有一块宝地，就是九黎出游地主啊他的出游处啊所要建设的地方，所以地点找好了，找一个时间就要破土，破土下来，在半山腰挖下来，有8米那么高，2层楼的高度，地下一个很大的太极，这个太极竟然像毛笔这么大的古字，蚩尤的蚩，啊，古字，我终于明白了，所以这里就决定要把它盖作啊蚩尤祠。所以我们台商朋友回迁弟子啊，出钱出力在梵山盖了蚩尤祠啊，到第三年的9月9日才落成安座。落成安座的时候正下了9月份下了大雪啊，蚩尤地主开始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寒烟日入5000年，现在终于有王禅老祖帮他要平反了。所以接着2004年啊，我们祭祖大典就正式开始啊。这祭祖大典的真实意就是要为蚩尤平反，三族应该和谐啊，所以三族儿女应该和谐啊。一路走来，我们在2006年啊祭祖大典宣言啊，王禅老祖要我写了誓愿，要为蚩尤平反。这个一讲出来，天地大震动，而且册封蚩尤地主为大天尊，神龙炎帝地大天尊，宣莲皇帝大天尊，三位天尊供养在我们维新圣教各分处道场啊，尤其蚩尤地主啊，他是天地战神啊，勇无比，试过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祈祷的中华三族要有爱，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尊敬啊，带领三族儿女
要和平相处，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努力的。试过这么多年了，净土大典十五堂圆满了。十五堂圆满呢，还没有圆满，最后一堂就在辛丑年四月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要晒佛、浴佛，将列祖列宗15615姓氏族全部供养在八卦圣城黄泉老祖八卦天尊妙莲台座前举行晒佛、浴佛、浴祖灵啊。好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来，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那么严重，我苦于无计可施，却只有恳求黄泉老祖圣世，哎呀，老祖开示，这条冤，世间的恩怨情仇，唯有一位大神，就是蚩尤地主大天尊，他是天地战神。回顾5000年前，蚩尤战瘟神，大圣瘟神。到5000年后的今天，台湾的煞神，天瘟煞神，蔓延各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很烦恼。所以老祖还是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要在台中道场深谈，由圆义法师负责带领维新贤士、分梯士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殿，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来供养。尤其在同时发动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家家户户、个人在家修行，一起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到七月二十四日，要888万部。这个疫情才能够解除，这个天命不可违，我也希望我们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贤士同修，大家一定要努力，不要等闲视之，等到灾难一上升了，你那时候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所以为了自己的平安，为了全民的平安，为了台湾的平安，我希望我们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来努力。尤其我们借用这个共修的时间来宣布这个天命，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努力。那我们要诵的经，你诵完了多少都可以寄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中庭有7个宝顶，圆义法师会派我们的维新贤士每天下午申时开始，在中庭太极天广场能够把这个文书奉化，而且参与这个护魔棒，护魔棒我也已经请事务部这个教务处分送给各分寺道场，你们这个反向
供养金就直接汇入禅机山仙佛寺事务部啊，就可以。那么你们这个护魔棒，家庭平安的护魔棒，你们就直接寄来台中道场，由严立法师啊派人代收，然后每天在太极天广场啊七个顶，七个宝顶，一天一个宝顶，一种奉化啊，然后有祭文啊，北斗七星，先吊北斗啊的祭文来奉化。北斗七星的威神力非常的大啊，今年的汉象四月六号我把法仪写好交由台东道场严立法师在这里连续十天大家用心来诵黄山老子玄妙真经而且七星吊北斗的真言，终于在法会要圆满前一天，全省开始下雨一天一天，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分阶段的来降雨，到最后来终于把旱象解除了这个功德天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法可以为众生祈福，为台湾来祈福，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在这一次的天恩永吉解冤释结，我们要奉请九黎蚩尤地主做主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都是恩怨情仇解不了，就是从九黎蚩尤地主被历史的一些皇帝糊里糊涂的皇帝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蚩尤地主写成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九黎蚩尤地主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识。那么今天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圣旨将九黎蚩尤地主恭请光降台湾来这消灾化解天地战神的威力威无比我相信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可以消灾化解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我们不要分说哎呦师父比较关心台中道堂，不是这个道理，要有雅量，各地都是道堂，家家户户都是道堂，每一个道堂都是有功德天，所以我们要弃持世间凡夫自私自利嫉妒心要弃除，你才会成就，或者成就不了永远永远是一个苦难的众生今天时间一到，我们就请圆寂法师开始来深谈，来为各位来祈福，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消灾化解，天恩永吉祝福各位。
也为君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他当下台中道场住持圆律法师，诸位诵经书，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辛丑年5月3日，是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深谈，为武汉肺炎蔓延在台湾人心惶惶的当下，我们依法子深谈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5000000部的功德，一遍回向给中华三族天地战神九黎出游地主大天尊转师，给天恩煞神作为解怨自解消灾化解的功德本，所以我们从5月1日深谈到今天第三谈了，在昨天和今天的早上一大早，在花莲、台东连续2次的地震，余震6次，小余震。而这个已经证明到天地震动，惊天动地，感应上天、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光降加持，也赞叹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大家的出发心，大家的用心。努力诵经来做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那么今天5月3日了，我们台中道场仍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在台中道场我们深谈来为台湾人民来祈福消灾所以我们大家的努力，你们的辛苦全国人民都理解而且会赞叹我相信在很快的时间呢，疫情会稳下来，在还没生产以前每天都有300-400例的，600多例、500多例，这个恐怖的现象呢，所以积极申谈，在5月1日申谈了，就降下来了200多例，这个还不够，还要继续降，所以我们同修，大家在圆律法师的带领之下，大家不分你我，本着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那今天我们第三谈了，我们唯愿呢大家能够去再接再厉尤其我们希望我们的各分寺道场所送的经能够寄回来，赶快寄回来，最少要在5月5日开始要奉化这个文书和护摩棒，在太极天广场7000宝典来奉化这个是时间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希望各位同修各分支道场住持尽心尽责共同来圆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以为本愿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及当下台中道场住持圆立法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辛丑年5月4号，我们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台湾人民的疫情解冤释结、消灾化鬼大法会已经第4坛了。4坛来，每天台湾民间的疫情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这是政府的威德和所有有为的官员努力的结果。我们也很感恩，也感恩所有医护人员、医生、护士，各相关单位的官员，所有同修，大家的努力，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全民感恩。我代表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向政府致感恩谢意。宗教的法仪是不可思议的，宗教的修行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世间的恩怨情仇，百千万劫，劫劫难难，都在轮回，这是悲情的世间。但是我们维新圣教，谨遵黄檀老祖的慈悲，我们大家努力的诵经，再诵经，再诵经，为大众祈福，为台湾平安来祈福，这个精神，我也向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致上谢意。唯愿蓝天33天王保佑家家户户诵经者皆平安。尤其在这一坛的大法会，谨遵天法旨，奉请中华三祖、九黎出游地主做主，他是天地战神，出游地主做主呢，来为我们台湾人民解冤释结，也为中华三族儿女能够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蚩尤地主5000年来被历史记载的记为是魔鬼、恶鬼，这种行为让蚩尤地主含冤忍辱5000年，也让所有中华三族儿女，凡是蚩尤地主所属派下的子子孙孙们，
内心里暗藏了怨和恨了，把这个怨恨一发生多了，世间的劫难就会发生，节节发生，层出不穷，有战争，有天灾，有天瘟，有人祸等等，这是因果律的报应。那么今天我们维新圣教请尊天华子啊，来本着为国修道、为三族的恩怨情仇啊，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当下辛丑年天瘟，我们只有奉行九黎蚩尤大帝天地战神光降台湾净土啊，来助我维新弟子及台湾人民能够消灾化解疫情，疫情一天一天的缓和下来啊。所以我们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你们的用心，你们的辛苦，我们大家了解啊，天神也了解，九黎蚩尤地主、中华三族、老祖宗都了解啊。我们唯愿呢，大家再接再厉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诵经的人数不能超过五人啊，这个是政府的规定，我希望我们谨遵规定啊，不要超越了这些人数，以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和烦恼啊。今天已经第四谈了啊，我们就再接再厉啊。明天啊，端午节啊，午时我们开始正式奉化文殊祈福文殊按祈福护魔棒啊，一起在太极天广场啊奉化，一顶一顶的奉化啊，不要一下子七个顶全部奉化，一顶一顶的奉化，上达天宫，北斗七星星君光将一起来护佑台湾的平安啊。尤其第一顶啊，这天书，天书啊，就是蚩尤地主的前身啊，所以我们奉化的宝典有很深层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明天开始奉化之后，交子之后，功德回向给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啊，那样的话。啊，我们就会更加的和谐和平安了啦！祝福各位大家平安，阿弥陀佛。